河北涿州的父老乡亲们在这场灾害中啊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有很多的损失。我就是惦念着来看一下，这个冬天老百姓还能不能回到自己家里啊？还能不能保证取暖呢？这些看来现在不是什么大问题了。希望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好，继续把灾后重建一件一件事情全部落实，同时继续推进呢我们人民生活向更好的目标努力。祝你们的生活啊，一天比一天更好。